在篮球场上，若说大家最怕遇到什么人的话，还真不是猪一样的队友，更不是神一样的对手，因为遇到这两种人，最多也就比赛打输了，心里憋屈而已。但你要是遇到那些打球脏的球员就不同了，他们使出一个脏动作，你运气好点话，可能让你几天不能上场打球，要是运气不会的话，在床上躺几个月，甚至再也不能打球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家打球时都会特别忌惮遇到这些球员，像 CBA 的前奥神球员管智南，现役 CBA 第一恶汉张继等人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不过除开他们外，前 CBA 球员孙春磊也是让很多人害怕的角色。近日在一场业余比赛上，孙春磊直接用膝盖去顶对方球员的下体，被很多球迷骂他是篮球场上的败类。孙春磊和张继都是以打球脏而闻名，情况是这样的，在近日有一个视频在中国篮球圈得到疯传。据了解，这是发生在北方城市举行的业余比赛，说是业余比赛，因为奖金很高，大家还是可以看到比赛中出现有多名前 CBA 球员甚至外援。不过大家关注这个视频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因为这在野球场这样场面并罕见，而是在视频中看到穿蓝色球衣的球员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直接用膝盖去顶对方的要害部位。更让大家不齿的是，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他这次被人动作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而他的这个动作也引起了所有球迷的愤怒。而大家了解到这个球员就是前 CBA 球员孙春磊，大家并没有忘记他在 CBA 比赛中被吊骨立业的那一幕还历历在目。孙春磊用膝盖顶对方下体让大家谴责，可能很多新球迷没有听过孙春磊这个球员，其实他并非是无名之辈，曾经入选过国青以及中国男篮国奥队，而在2007-2008赛季更是代表山西队场均砍下 14.2 分4篮板 0.8 助攻 0.5 抢断的不俗数据，是当时山西男篮本土内线的核心球员。从这也可以看出孙春磊确实实力了得，但他更出名的还是打球脏。其中在2007年11月28日山西队主场对阵辽宁队的比赛中，当时边强抢到后场篮板，直接传给已经冲入篮下的古立业，而这时补防不够及时的山西队8号孙春磊居然直接伸出腿来，让古立业重重的摔在地板上，护住右臂蜷作一团。古立业曾是辽宁队的希望之星，而正是这次右臂受伤，可以说直接废掉了古立业的职业生涯。后面古立业伤愈后回到赛场，但已经完全回不到伤前的状态，从而早早退役，后来混迹于 NBL 联赛以及广东省联赛。要知道在受伤之前，古立业可是辽宁队希望之星，他当年可是以弹跳好、篮下单打能力强著册，在比赛中经常看到他都是一暴扣结束进攻，场上意识跑位意识好，抢篮板的意识也还很不错，尤其是封盖能力更是辽宁队最好的。而古立业这次受伤导致至今辽宁队都一直缺乏内线，直到去年夏天交易来中城才得到缓解。若是古立业没有受伤的话，很可能辽宁队要早日实现冠军了。孙春磊这种球员就应该禁止参加任何篮球比赛，恶人没好报。而孙春磊被吊古立业后，他自己也是因为伤病最终离开 CBA。 不过孙春磊在 NBL 也同样没闲着，在2012年 NBL 14决赛第二场比赛中，孙春磊拳击百宁队员孙健而引起了群殴，之后他被中国男篮处罚了禁赛三年，而这次禁赛也让孙春磊彻底无缘职业联赛了。但他还是经常出现在野球场上，只要是有他的比赛，经常会看见有冲突发生。而这次孙春磊又上演了让人唾弃的一幕，这简直就不是在打篮球，可以说他是故意伤害了。作为一个前 CBA 球员，不是在野球场上传播正能量，一直以脏动作打球，
在此希望以后组织者们，哪怕你们不是职业联赛，也希望能尽是像孙春磊这样的球员再次出现在篮球场上，因为像这样的人都不配打篮球。